我就问你说昨天几点下的啊？现在已经要下了。没关系啊，我们下雨也是没有在担心的，因为小杰来就是会下雨啊。对，还是有担心啊，是还是无法控制。好，哇，很多淤泥呢。对啊，淤泥清掉之后就会比较好了。阿妈说她一个人没有力气啊。对啊，有人帮忙的话就比较快了。你看我们这几只十几只手下去抓一抓。哦，猛打兼洗口，有人帮忙。对啊，猛打。我们哦，每次在每个村里啊，大小事就这样了。有时候看起来是小事啦，但是像我们现在解决了，就算是有帮阿妈解决心中一件大事。阿妈都看好困啊，哎呀，好困，差不多了啦。下雨了没有？对啊，好大啊，狂暴雨啊！要下雨了，下了下了下了，已经下了。跳！我太大了吧？不是雨太大了吧？这边刚好有一个洞啊！哇，都没有洞，不可能吧？哪里可以躲雨啊？走，小姐，资源回收厂。这边没有资源，要需要资源回收。真的是大哥，这边没有资源回收的地方，很少哎，很少。哇，你看看，水开始来了。你看来了，青蛙满出来，哎，青蛙来了，青蛙。马斯卡，马斯卡，你上来了，水来了，快点，你会被冲走啊！你好奇怪，哇，好快，有没有五分钟啊？很快啊！我说有没有五分钟？没有，没有，你可能三分钟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大家来拍一张照，好好。你看你都衰了。哇塞，好，你再拍一下那个动态那个水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赶快来去躲雨啊！我们去躲雨啊！走了，走了。哎呀，每次小杰来了，都会难题啊。太大了。太扯了啦！